家好，这里是星星在农村。在我们农村呀，一年哪两天女儿必须回娘家，具体是哪两天呢，咱去找人去了解一下吧。大爷，你这是没事了，我看着你。嘿嘿，没事儿。吃饭了吧？吃完了，刚吃完。哦，你这是在上着班了呗？最近在那上没上，我一直都是干活的。干什么工作？那会儿学校里给人干维修。哦，干维修，我这属于技术活呀。哎，属于技术活，技术含量不很高。一天多少钱？我干的是长期的时间，干了都多少，有七八个月了都在这儿。哦。不闹玩儿，始终在这里。那个也不累吧？不累，想给玩儿的、哦。一天能挣多少钱？一天有100块钱。哦，也行。那个你多大年龄了，大爷？63。哦，63了，哎呦，看你可不显那么老。哎呦，还不老嘞。大爷，你说的腊八跟正月十五这两天是回娘家日子是吧？对。哦。结婚的呀。结婚的哪呢、啊？哦，回娘家。对。就是。新结婚的那是。那个那两天不能待那个婆婆家。不待婆家，这是俺这是过去说，现在可是无所谓。哦。现在没这。新结婚的。新结婚的。前几年刚结婚的。就是当年结婚的，就当年那一年。嗯，第二年呢，虽然说可能过去有这个啥，可能三年，说是忌讳三年，三年。嗯，哦，忌讳三年，是就这么。哦，过去这三年就是、嗯、就无所谓了，就可以在婆婆家了这两天。嗯，是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对。哦，再是过去咱听人家有年人那么辣。哦，有年人那么辣，这是不是老一辈儿传下来的、啊、对，这就是老。这是迷信吧，大爷？这就是迷信。这不是迷信吗、哦、信，我觉得感觉是个迷信事儿。这是这、哦、是迷信。那现在俺那孩子儿媳妇俺没有过，哪有？哦，现在这个社会，你看跟以前过去不一样了。不一样。现在什么都不，长得都不在乎了，什么就是多多灯啦，多喇叭来了，是不？是。嗯。愿断来断了，要断就断走。哦，对，就愿意断去吧。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。是。对对对，就你这样的心态，大爷让好。过去了都是迷信的。嗯。是，哪这么回事儿？有的老的有在意。相当的有在意的不，孩子回娘家多脏，对呀，好点儿，要不多生气，他生气，是吧？就是，弄得惹老的生气，不高兴，不烦热，对，是吧？是这么的。咱以后就是交代孩子们以后都得注意点。人口两口没这些事儿，还行的。都像你那想大爷就好了，是吧？这样的事儿真的，应该是不能相信这样的事儿。不能相信。通过和大爷的了解呢，大爷说了，腊月初八和正月十五这两天必须回娘家。大爷说了，这也是迷信。其实也是为了避免产生矛盾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